确认过眼神，你是有眼光的人。今天是8月8号，全民健身日，您运动了吗？自信更开心，或者想要改善体态提升气质，健身可以帮到你。健康的体质是为了吃得更加放肆，和狗儿一起遛狗奔跑也是一种健身。我一直乐于尝试突破自己，对于运动也是，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快乐的生活。 Workout is better than no workout.You only need yourself, your video, and a tiny bit of motivation. 全民健身日，五分钟轻健身，快来 B 站跟我一起五分钟轻健身，来 B 站和我一起五分钟轻健身吧，来 B 站和我一起五分钟轻健身吧，快来 B 站和我一起五分钟轻健身，让我们一起共度这五分钟，享受随时随地轻健身的快乐吧。大家共度这快乐的五分钟，让我们随时随地动起来吧。五分钟，轻轻赞。大家好，我是朱一蛋。全民健身日，来 B 站和我一起五分钟轻健身吧。来 B 站和我一起五分钟轻健身吧。来 B 站，用五分钟。和我来一场，和我一起用五分钟轻健身吧。用五分钟和我来一场枯燥的，宅家也要锻炼哦。枯燥的，枯燥的，枯燥的，我